情换友，王力宏、黄品源示范给你看。版的诸葛亮、周瑜、相见欢、梁朝伟、金城武怎么比？华人世界乐坛的顶尖吉他互尬，只在综艺大哥大。这是一场考验脚力耐力的超强杂技表演。哎，我们这里有孕妇哎。这是一个不顾自身安危的蝴蝶绝妙好秀。哎呦，哎呦，小心！哎呦，超级版的才艺嘉年华只在综艺大哥大。不是冤家不碰头，康康宝宝分手情侣狭路相逢。哎呀，你们怎么会把我排在毛毛旁边？既然都已经来了，你到底有没有跟李静娘？哎呦，你就当着全国观众的面说，你到底？哎呀，这场爱已失、泪无痕的一对会如何发展呢？精彩可期，别错过喽！Uncle， 不要叫你叔叔啊！为什么我们那么久没有背乐器啊？哎呦，对耶，哇，三所音乐有出来，大人物要来了，对不对？厉害了，厉害了，好吧？哎，大家非常想念他，也有很多问题，等一下要问他。哎，对对对，因为他做了世界巡回演唱会，哎，出了新唱片，对，而且也拍了电影。哎呦。电影里面我有很多地方替他打抱不平的，等一下我要问。我们都抱不平啊，等一下再问了。好，好，大家已经知道呼之欲出。对对对对对，最年轻的世界级的偶像，哎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welcome 王力宏。不见了 ，Long time no see。我们这个拉布丁尼喽，不晓得演了多少年了，每年都要演一下，十几年了。拉布丁尼喽，其实他模仿最像，最像，真的，哦，那个鼻子样子出来，有像了，有像这个老大的样子。哦，耶，哎，这把吉他，哇，哎，哎呦，泼墨山水，这个把吉他是怎么会？怎么会是外国人会做出这种吉他呢？这不是外国人做的啊？哎，对，因为我现在喜欢做比较中式的摇滚啊，摇滚通常大家会想到西方化的乐风嘛，对，可是也有中式的，所以可以做一些新的突破。还有太棒了哇！台中的一个师傅做的表演，台中的师傅做的。对，以他现在这个行情来说的话。随便买一把跟大家一样的这种吉他，哎呦，那不行，那实在平常一讲，有自己的感觉嘛，真的好漂亮。该花钱的时候要花，对，钱赚那么多，对对对对，做音乐嘛，所以在音乐方面还是舍得了。对，你这就还好，他反回答了，好像是每个人音乐人都是为了钱而出发的吗？当然没有钱没办法做理想啊。除了孔锵老师是这样，其他一直都是。
力宏越来越帅了。昨天我们他听说要来，我们接到一个任务，哎，没有人敢搭腔啊，哎，因为他的新唱片里面，哦，我想先听他一首歌曲啊，对对对，那是今天要演奏的，叫做《摇滚怎么了》。这个就是这首歌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吉他跟琵琶尬琴。对呀，电吉他跟琵琶是摇滚曲风。哎呦，这感觉好复杂哦。这是照道理讲，你要尬到琵琶的话，我们就应该去找茂博来尬。对啊，茂博对不对？飞哥，茂博是尬乐琴，好不好？哦，他那个是要乐琴。对呀，所以那时候听说你是希望我们其中有一个人帮你弹那个部分。弹乐琴我是会的啊，哎，是啊，我会弹乐琴。对对，我看你月饼都吃不好，乐琴。哎呀，先听一首歌，再来聊，好不好？好，来来来，那你练的怎么样了？我就练那个琵琶。哎呦，哎，但是琵琶我是不会，我把它弄到吉他里面。哎呦，电琵琶！哎，你这个千万不能让他觉得不高兴啊，不要开玩笑。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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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吗？不会 ，OK 了。哎呦，高手过招喽，好不好？这首新歌名字叫做《摇滚怎么了》。我刷了3个圈天下太平。那明君的笑容化最强美意，传媒和政治无法破这个局，我没写任何有意义的歌词，一声傲笑声音在飘，哦哦哦哦哦 What's wrong with me？What's wrong with me?手才会叫，已经没有办法了，现场控制不了了，简直是叹为观止。哇！这个人真的是集才华于一身。好好好，各位，好吧，从他这首歌曲里面可以感受到这个年轻人啊，这位歌手跟偶像，其实他的血液里面流了这个东方人跟西方人的文化。真的那种融合完全在这首歌里面呈现出来，还有真的真的太棒，刚刚听这歌就中西的那种激流，哎，真的耶，所以真的是可以说是这个啊，不简单。但是你既然改吉他了，像我是骑这个重机车，是啊，
我们那个还车子一来以后，壳子通通都拆光了，都改装过，就对。你这个怎么还是改一个吉他的样子？没有，我跟你说，飞哥，其实除了汽车之外，吉他也可以改装。哎呦，就是你，而且是改这样，没有，是从无到有，整个拆开啊，做一个。哎，对啊，那就要全新的。等一下，我先拿一下。你的意思哦？哎呦，意思还有另外一把吉他，还有另外一把。我只是随便说一说，没想到呢。这是一场考验脚力耐力的超强杂技表演。这是一个不顾自身安危的蜗蝶绝妙好笑。哎呦！哎呦！小心！哎呦！好险！哦！超级版的才艺嘉年华只在综艺大哥大。一个12岁就在魔术界崭露头角的魔术天才，透过大魔镜，让所有台湾的观众都见证到他创造的无数奇迹。他惊人的舞台魅力吸引了日本最大电视台来台目睹他的神奇魔术魅力，现在就来见证刘谦的奇迹。恭喜飲みたい野々村さんも飲みたい僕よく見てください。到底变了什么东西，让日本艺人及观众吓成这样？这就是刘谦的奇迹。力宏心里最深沉的心声，只有飞哥知道。这其实大家心里面就很恨，对，就恨潘玮柏为什么不跟王力宏有床戏？对不对？对。对我们很可惜的是，我们没办法看到他的。今天这集录完了之后，独家看你看。什么到后台才能看？王力宏独家秀给你。收看综艺大哥大，哎呀，今天我们节目好看了，哎呦，喜气洋洋啊！对，光是介绍这一位啊，还有佩珍小姐，耶，掌声鼓励哇！哎呀，佩珍啊，哎呦，雍容华贵，难得，你看一般人出片出书才能到这里。那一般就是跑通告的人很难有机会站到我们主持人。对，哎呦，他今天不一样，散发出圣杯的光辉，不是圣母的光辉，圣母玛利亚的光辉。我有出包，出去的包叫多少包？哎呦，侧面要给观众看一看。哎呦，你看看，怀孕的女人最美丽，没有错吗？我每天都觉得自己好像河马或青蛙哎，对，不会，你现在是最漂亮的，对，你现在可以使性子，比方说我现在半夜3点，我想要去吃海产，你老公就会带你去。有，我那天半夜很想吃墨西哥米，我真的难倒他了。这个是一些尝试，对，所以女生啊，她你看她怀孕的时候啊，她的胸围就立刻变大，这是哎呦，对啊，因为为了小孩以后可以吃好一点，已经。就是他开始，就是说他会哦，他的腺体已经开始发达，然后期待准备这样，乳汁充足。所以你知道怀孕10个月啊，其实就是让妈妈自己做好准备，身体准备好，然后心理也会准备好。而且要多运动，上下楼梯、擦地板，有地板可以吗？现在不能擦吧？还有去骑脚踏车。ORZ 的 ORZ 五体投地 ，ORZ 五体投地 ，ORZ 屁股撅起来，然后在地板上一直擦，一直擦，哦，这个胎位才会正。
哎呦，这个真的是那个老伯，老伯，古老的方法，老伯，老伯，所以这样胎位就会正，之后就会好生。是那个，如果说是太太的话，就是我有新娘子啊，嗯，这样的身材的时候，先生是特别很难控克制。哎呦，对对，其实也还好啦，他们会更爱他。啊，真是吗？真的。可是有某方面应该要稍微避讳一下。对，这什么就要问他。对啊，我想，这个有避吗？避什么？就是到了末期好像比较可以开放哈。末期才不行嘞，前三后三都不行。哦，对对对，前三个月跟后三个月，对，其实会比较危险。哎，对对对对对。但是通常一般男人都挡不住的。我是老伯的过来人。对，挖一下嘴，挖嘴。哦，那是前五跟后五吗？那怎么办？那怎么办？前三后三，你们男生怎么办？那都叫伯来了。因为我自己也觉得很担心啊，因为我老公最近又要跑大陆，我就很担心。不会啦，现在已经三通了，还怕什么？对啊，不过八十五分钟就到了。其实不用担心，因为她老公刚好是泌尿科嘛。泌尿，对呀、啊，所以算是专家。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泌尿科医师，所以他对泌尿很熟，就他日理万机，所以他不会。真的是日理万机耶！哦，日理万机哦。对啊，不是我的意思是，他会用最安全的姿势。哦，对哦，对耶。好好，非常谢谢佩珍啊，谢谢。没想到继玉芳之后啊，对，又来一个抢钱一族啊，哇，可怕！哎，可是我看他这个状况啊，可能一直到明天临盆的时候，他前天还在上通告。哎，对对对，我们要小心一点啊。又来一位帅哥了，哎，我们欢迎黄文兴。Hello， 大家好。出片啊，还有帅哥。洪哥，这就是出片了嘛，对不对？哎呦，怎么拿一个吐司来？对对对，这是那个我的亿万面包。哦，对，因为我有唱亿万面包的那个片头曲。是这样子，对对对。林依晨那个，那他上次怎么没有来呢？对呀，上次因为林依晨跟郑元畅，对对对，所以你就被排在外面。哎呀，没有了，不是这样。照道理，你们整个剧组都应该来。对呀，对，那主题曲要来一下。那时候在录主题曲。哦，在录主题曲，那个还在录曲赶工。哦，你也有演，也有这个主题曲，又是你唱。对对对，有唱。亿万克拉的幸福，对。哎呦，不错，这年轻人，掌声鼓励一下。谢谢谢，加油啦！欢迎欢迎，哎呦，这位美女呢，介绍一下了。这位美女呢，哎，我们来好好介绍介绍一下。我们欢迎毛毛。哦，这个女孩子也是越来越漂亮，越来越漂亮。白云的太太嘛，对不对？飞哥啊，你怎么没有一次弄清楚过啊？奇怪，上次白云的叫谁？白云的太太忘记了。上次你叫那个小甜甜，小对对对对对对，怎么有白云有那么多太太？对啊，他就一个太太叫做紫衣而已啊。哦，紫哦，对对对对啊，他也紫衣，他也不叫紫衣啊。可是那一定是有关联，他一定是跟我们圈内什么人有一些密不可分的关系。那个就是对，跟他旁边有点像，他模仿的那一位。哎呀哎呀，康，你们怎么会把我排在毛毛旁边？不要再消费你了，既然都已经来了，你到底有没有跟李静娘？没想到康康这个人度量还不错，还爆料，直接可以这样问。对啊，你就当着全国观众的面说，你到底跟他有没有？怎么可能？我跟小珍是好朋友哎，我们那时候都是一群人出去，然后狗仔他们只拍我们两个。小珍是谁？胡瓜哥，胡瓜哥的女儿。哦，小珍。对，因为报道上讲的那个情况就是，你跟她老公在一起啊？没有，是。哎，飞哥，你没看到？不是，最近那个疑似，疑似最近的这个新闻啊，疑似跟小珍的先生疑似在过夜啦，没有，是有一群人然后到我们家玩。对，然后之后就过夜。没有过夜的其实不是他，是另外一个他们诊所的女员工，因为我们大家都很好。你跟另外一个人过夜？是女生，是女生。跟女生过夜还好啦。哦。媒体有的时候会，对不对？嗯。哎，不啦不啦，我们是康康啦。宅男。我怕你们。好像哦。对，真的越来越像。黄坤辉啊。对对，在我们节目出来的嘛，对，是啊，回娘家打扮一下子还蛮像个样子的，哎呦，哇，好帅哦，哎，哦，这个家伙，今天不搞笑，认祖归宗了，这个人他其实是工程师。
电脑方面强，哎呦，强的不得了，竹科的新贵。对，如果他没有踏入演艺圈呢，现在也在无薪休假当中。我有一个秘密一定要讲出来。好啊，好啊。那时候飞哥啊，那时候要就是在模仿，然后飞哥就直接打电话给我。嗯，我那时候就很想进演艺圈，飞哥就说：“年轻人，不要冲动啊。”谋定而后动啊！我跟你讲，不要冲动，我就不听他的话，就直接上来了。哦，还好没有听呢、啊，现在都在放无薪假。还可以啊，哎呦，好可怕，真的。飞哥在打电话是关心他吗？真的，真的，真的。那对啊，对啊，因为我们制作单位慧兰姐非常欣赏，慧也是英雄呢。对，然后我们就想要把他，就是说这个人好好塑造一下。是的，可是你的他的命盘是跟着康康走的。嗯哇。康康如果不好，他也好不到哪里去。康康，现在好像好好检讨一下啊！只剩下大家来说笑，大家来说不是说笑，你是怎么混到这？那现在不停了耶！自从换成彩华姐之后，听说要收掉了。哎呀，哎呀，听说要停了。现在何去何从？这就是你以前呐、啊，你也懂假归既爱，败就跑。丢，来这边不到一年就马上跳了。可是那个时候我想回来，洪都拉斯就卡位啊。哎，没有没有，那个时候他在有台的时候，说我也没办法卡到他的位哦。他讲的是聂云哦，他不是说我。对啊，好好检讨一下。康哥知道吗？要好好检讨。不啦，不是我，我不是康康啦。对，我跟你讲，旁边有一位美好的女子啊，不要错过了啊，好不好？现在的爱情跟过去不一样。我私底下有跟康哥出去过，那他当然一定是说他不好的。没有没有，康哥说如果你要跟毛毛在一起，我也不反对。哦，奇怪，好你死啊！哎呦，那这样不行。这个什么道理？我就不懂。他怎么可以拆散？对不对？分开是要造成对着面汤幸福的家庭啊！对着面汤不吃面，这算什么呢？对啊，我们不能形容那个成语的不对的。对对，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对对，你对她有没有兴趣？有没有？不，邓辉。哎，还真的是。没有哎，讲真话，我真的帅，我今天都不搞笑，很帅啊！你已经搞了一天的笑，你怪不怪呢？哎，佩斯，你说，他对他有没有兴趣？哎，其实身高差不多哎，站在一起。身高也 OK， 佩珍，你看，真的很登对啊，而且你应该看着他，看着那个，你看他了，你不要看佩珍，是不是越看越习惯？对，因为之前就看了好几年了。我跟你讲，人是这样子的，因为总是要换个口味吧。那这样有比较习惯吗？你不要，他有没有那么，你不要再搞笑，现在真的在为你的将来着想。我都一直忘记，我尽量认真一点。做节目不一定要搞笑，对，飞哥的至理名言，没错，哎，对。哇塞，练成了。又吃三年，他是苦练出来的。以前来的时候还不会。对啊，我觉得他们应该发生一些什么，我应该要融合一下。想要发的，我觉得应该要啊，应该要了。嗯，对对对对，帮他安排一段国标。康康是非常的可爱的那个人，对，平常讲对女生也很好。对，可是你要考虑优生学，对不对？对，将来生出来一定是 model 的身材。握个手，你们两个。不要这么客气。有空可以出来吃。好了，那哎呦，好大方哦！圣诞节怎么没有约我？啊？虚脱的時候。我刚讲那只是客套话，不要放在心上。没有了。欲擒故纵哦。那我们为这一对鄙人鼓励一下。假以时日。啊，准备做。假以时日。好，哎，不错啊。那么接下来就要看今天的表演了。是的。好，我们介绍第一对，好不好？第一位呢，就是艺人来表演。艺人。对呀、啊，黄登辉，你看看，就是他，搞笑，他今天打头阵，非常紧张。你不用站起来，你先坐着。哎，你很喜欢看镜头呢，哈。人家在介绍你的时候，飞哥会好好介绍你一下。哎，已经介绍完了，好吧？欢迎他的表演。现在即将为大家表演的是用心的表演，大家不要把它当成是一种杂技、一种杂耍或是特技，没有错，它只是把保龄球叠起来啊，但是必须要用心哦。以下这一套表演将让大家看到我的诚意，我的用心哦。有。叠起来，
万丈高楼平地起。对对对对，一开始的地基很重要。是是。树头够好栽，唔惊树尾做红台。你甲观众讲就会使。差之毫厘，规盘派去。哦，这个人现在变得很啰嗦哎。他点一颗球要讲一段话吗？有需要这样吗？对啊。三颗，三颗，三颗，三羊开泰了。其实这是很不容易，不容易哦。哎呀！哇，在晃啊！下面有歪就结束，嗯，就是排到第六颗就不太可能，完全就四个了。各位观众，你没有想到保龄球也可以这样玩吧？看似简单，实际却超难的力球特技，利用每颗圆球的中心重心，颗颗相叠平衡比对，而使圆球稳固站立。只要有任何一颗球没有在重心直线里，圆球就会滚动不稳，造成失衡状态倒塌。这项特技黄登辉能胜任吗？见证杰杰的刘谦要让你目睹他的神机。我需要把你眼睛蒙起来，因为接下来他要负责找出扑克牌来。停。好，记住。好，我记住了。记住了。记住了。接下来换你。停。不要忘记哦。嗯。大家记住喽。嗯。如果你看到你的牌，你就喊。好。好。哎。都没有。哎，不见了。都没有，刚刚明明有看到。大哥。在你的眼前有没有看到两张扑克牌？中心位置要再抓出来一下，对，它那个洞哦，在上面那边你抓偏一点，上面就不可能了。对，第五个原因是因为什么？因为地球一直在转。哎，地球。刚才我要表演的时候有说过，不要讲话。完了，好像在说黑哥。自己就可以讲。不用怕，不用怕。哎呦。哎呦，哇，好恐怖哦！我整个喷到这边过来。第六个哎，哎呀，哎呀，哎呦，好像在晃哎，都冒汗了。加油加油！六颗了。哎呦，请不要用力跺脚哦，也不要太掌声鼓励哦。对对对对对，最好是都没有。最难的是后面了，最难的是后面。太难了，嗯。他的记录，第七颗失败，现在要挑战的是第七颗。哎呦，这是谁的记录？说我的记录。哦，哎，我最多跌到六颗。哦，红哥就是因为这一套表演入主大哥大，以后如果有人想要站在飞哥旁边，请表演这一套。哦，你们来录啰嗦了，考虑过飞哥的感受？对呀，考虑过观众的感受啊。第七颗是要把他打倒的。我就跟你讲，就最后他自己在那边弄，难怪没办法入主大哥大。哎，
你整个拍给掉啊你！乱插乱插，话太多了你，对不对？怎么样？那今天挑战到这边为止吧。对对对，再给我一次机会吗？啊！可是你刚刚就用掉几分钟了，对不对？这个要真的要很专心呐。那你自己就别再卖药了，不要一直讲话，一直讲话。我这次就全程专心，不讲话。不是不一定要搞笑做节目，对不对？好不好？好，大家再给他一个机会啊！再倒了就下次再来，先讲好。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是超难特技表演泪球特技，看似简单，实际却超难的泪球特技，利用每颗圆球的中心重心颗颗相叠平衡比对，而使圆球稳固站立。只要有任何一颗球没有在重心直线里，圆球就会滚动不稳，造成失衡状态倒塌。而已经失败过一次的黄登辉，是否可以完成第二次这样困难的表演呢？哎呦，这已经是第五颗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破洪都拉斯的记录，还没有，还没有。洪都拉斯是六颗。哎呦，现在包括你自己走路都要很小心了，慢慢走，慢慢走，因为在同一块板子上面走路。对对对对对。好紧张。对。往前倒，往前倒。我第一次在我们节目有人排到七颗，哇！现在要不要挑战第八颗？嘘嘘嘘，哦哦，啊啊！哦，哦，他为了要救佩珍，你知道吗？哎，这样，你坐好，你坐好。哦，你吓一跳，你吓一跳，因为他那个球直接就对着他那个两个保龄球瓶砍过去，救那个。这个球不能救，太危险了。对，撞到他。田哥怕撞到我，所以飞不快。哇塞，好伟大！哦，阿里是有绕掉呀。你做人老飞都没安全。嗨！哇哇，这辛苦了。由于厉害，全满身大汗，停大概有十秒钟，大概有十秒钟。对，不错。现在把你的难度告诉我嘛，因为洪都拉斯曾经尝试过四颗，对，六颗，全身六颗，全身湿透。哎，他现在已经全身湿透，我这个太难了啦。飞哥，这个难度就是你下面如果有对准，对到上面才有可能越叠越高。对，但其实最难的就是因为他的身高。嗯，对对，因为我够高，所以我在上面还很好对。嗯，他比较矮，比较。你赢人家就算，你还要羞辱人家。我就讲，他说，
我讲的是重点，对。他说姚明来的话，他姚明他会叠到20几颗啦，是这样的。那也不相信，那也不一定。我跟你讲，他其实你用力学跟几何啊，你找不到那个中心点，因为看也看不到，没有那么容易画得出来。没错啊，嗯，好吧，7颗了，今天的表演算是不错了，算是破纪录，掌声给他鼓励一下啊。对，今天我们艺人这个首当其冲带来的表演是告诉大家，所有表演呢看起来不怎么样，但是都要很用心，哎，都要下功夫的。表演的算不错，是吧？好，接下来是观众的表演了，是欢迎张子柔的表演。这是一场考验脚力耐力的超强杂技表演。这是一个不顾自身安危的卧蝶绝妙好笑。哎呦！哎呦！哎呦！小心！好危险！超级版的才艺嘉年华只在综艺大哥大。一个12岁就在魔术界崭露头角的魔术天才，透过大魔镜，让所有台湾的观众都见证到他创造的魔术奇迹。他惊人的舞台魅力吸引了日本最大电视台来台目睹他的神奇魔术魅力，现在就来见证刘谦的奇迹。到底变了什么东西，让日本艺人及观众吓成这样？这就是刘谦的奇迹。这个角度，哇，这是掌声耶！哇！以前在慈禧太后在驾前表演这个的时候，哎，这就是有赏啊！哎呦，不得了了！哦，不是，这个不是说以前我们小时候在玩的时候，哎，哈，我一个人要控制2排架子啊，真的，16个大碗弓啊！哎呦，那种我讲的没错吧？啊，对耶，我就不是了，好吧？是以前的时候。
好不好看？好不好看啊？非常厉害，而且他是跟正常的，因为正常就是在那边咬而已，可是他有加一个那个软骨，对啊，对对对对对，转身，因为正常这样下去的时候，那平衡点都那个平衡感应都歪掉了嘛。对呀，他是整个人这样下腰躺下去的。对对对对对。刚刚你有没有看到那个黄坤辉的那个他那个黄灯辉？飞哥，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辉，灯辉。他叠那个保龄球啊，那会很难吗？这也不简单呢。哎呦，技巧。有技巧，有技巧吗？如果是你来弄，你有办法排到七颗吗？没办法，要练一下。还是要练。我练很久哎，练一下就可以了啦。对。你还不是也排？你干嘛自己人这样这么惨？你们女生看呢，觉得这个哎，这个很柔美的这种特技。因为本身我平衡感不是很好，所以我刚刚看他这样可以控制得很好，而且又筋开腰软能劈腿，我就觉得他真的是个高手。哇塞，这是什么形容词？筋开腰软，这白云的太太真的有进步。筋不是飞哥，你怎么老是说人家白云的太太？对啊，我是这个归成一类的，归类。他们那个给我的英文记每个人的名字不好，图像记忆法就对了。哎呦，这个高明哎。对，归成一类。哦，所以他跟白云的老婆是归于一类的。哎，他跟白云的老婆啦，林薇薇啦，哦，小甜甜。什么？人家没说。哦，都差很多哎。对啊，所以我是归类，不是说一定怎么样，比较好记，记忆。还有第二套，还有，第二套第二项表演，子罗马上要呈现给各位啊，来欢迎他的表演。鼓励一下，哎呦，对，还有啊，还有啊，还有，稍微休息几秒钟。哎呦，这不会吧？都不会吧？哦，桌子这麻将桌，麻将桌，麻将桌，那看起来很实心哎，好像。Oh!
绝了，哦，超强的，绝了，绝了，真是绝了，太厉害了，好棒哦！我看完他的表演，我才发现，真的，哎，黄登辉那个算什么？练了好几个星期啊！不是他挑的那个是静态的，很难度。对啊，他一开始太难了，人家这个是吃力又讨好，对，吃力不讨好。对对，所以黄登辉下一次就要开始来学踢凳子。而且我有练用手转，结果他用脚转，对啊，好厉害。刚才无疑大家感觉上绝了，像我们那个灯光那种感觉，哎呦，好像我们大哥大在做春晚呢。哎呦，对。一个人就可以做这样，原来前面那个什么碟子只不过是亮相牛刀小试热身而已。对，这个女子叫小柔啊，哎，她这个子柔没想到是哦，身怀绝技，阳刚味十足啊。嚯，阳刚是没有，她是以柔克刚，以柔克刚，以柔克刚，还宝利达 B 了，风险真的肝硬化是不是？男生来说，我们的歌手了，好不好？哎，文馨，你如果追求一个女朋友，你希望她是身怀绝技，还是就什么都不会，这样哪一种好？正常就好。正常。这样她不正常。正常还不正常？她那么清秀。吵架的时候就把你当那个钢在那边等。每天在那边吵。那我们现在问那个灯辉。我比较不喜欢身怀绝技的。真的吗？我比较喜欢身怀六甲。我把人给弄，这个也要练哦。比较黑啊黑啊，子柔从事这个行业应该是从小就开始了，对，11岁就开始学，11岁，对，一定是从小扎根苦练，那个腿力还得了啊。对呀，我刚刚为什么问你们，不喜欢身怀绝技是对的。为什么？哎，夫妻之间嘛，对不对？万一有个什么闪失，万一有什么不愉快，他先生在上面，在上面就是你，40分钟不让他下来的。哎呦，子柔，子柔，你放我下来！子柔，哎，真的有可能，就是你，都是你，这样一直管你自己，还敢这样呢？你管你自己？哎，飞哥，真的有可能，你看这个多重，这个多重啊！你看，人家踢一个人，真的，那真的是钢啊！所以他不是桶啊，是钢。踢一个男人还没关系，但是先生最后讲，哎呦，你就要直的，你不要再转，再转。对呀，跟对呀，真的是。更厉害的是，将来小孩子不听话，全家福都在上面。全家福啊，还可以这样子，爸爸下来，妈妈在上面，一次丢三个人，他是真的可以。哎，我看过他踢，就两个人在那边轮流这样。他有踢过小孩子啊？不是小孩子，大人。大人啊，他的是你的学徒还是同学？是吗？对，同学。同学。对呀。两个女生同时在他的那两个那个。腿上面，大腿上面，然后两个人在天上一直翻，哎呦！所以说我刚刚讲的不是空穴来风啊，对，是真的有风，身怀绝技耶，好厉害！哎，你那舌有点不舒服吗？为什么？怎么了？哦，啊，有点感冒啊！哎呦，哎呦，那还能做出这样的，对，这么厉害哦！掌声鼓励，掌声鼓励！好，抱病上场还这么好，赶快先休息一下啊！掌声鼓励啊！哇！真不舒服哎，要给他个克风鞋还是什么？哎，这个女生，你不要看她这种身材很秀气，哎，应该是很结实，对呀，对不对哈？对呀，腿力，嚯，真的很好看，好看。另外一个表演的好不好？来介绍一下，我们欢迎刘文雄的表演。哎，哇！哎呀，这众人闪避的飞快，神脚有多厉害？马上回来告诉你。现代版的诸葛亮、周瑜、相见欢、梁朝伟、金城武怎么比？华人世界乐坛的顶尖吉他互尬，只在综艺大哥大。他要找不到中心点，我们就惨了。又来了！哦，
嘛。哇，好准哦！哇，好强哦！阿雷哦，今天我们真的大家被吓坏了，我的，吓死了！他一出招不得了。哎呦，不是他，因为他刚刚也没有试过。对呀，这距离到起来就把绳子甩到最极端这样。哦，对啊。你们全部一直在蹲下，你怎么萝卜蹲啊？先生啊，你那个刚刚等于是双节棍的，别开玩笑，等于是七节鞭呢。七节鞭，从眼睛这样一过去，哇！对呀，佩真的还没看到他矮孩子，眼睛就看不见。哎呦，直接单眼皮的割成双眼皮了。真的，我预产期可能要提早了。你那个是好像有喝蛮牛那种感觉，喝蛮牛厉害。我这个体力相当好，年轻。哎呦，那个肉都是硬的耶。哎呦。哎呦，这个屁股！哎呦，摸到哪里？哎呦，这种屁股，翘臀。唐文辉，你绝对没有这种结实感哇！我还能嫩哎，你已经软掉了。对对，他很早就软。还没怎么样，好看吧？很棒，超厉害，精彩。其实跳绳说要把人家吓到很难，很难，真的，我们真的被吓到。对啊，没有看过，就是那种很极限的跳绳。你还有在看吗？有啊，我一直都觉得你在等，你根本都没有在看。还是照看哇！不错，笑脸的，没办法。哎呦，金变了，就变了，很猛。卡马金乌兰呢？那只不过是第一段。哎，第二段。哎呦，你们要不要找个地方躲？我们先躲一下。我觉得应该要有个遮蔽。第一段更可怕吗？绝对比这个可怕，好不好？小心一点，我不。还有包括这边的你们啊，我们是不管了。好，现在要躲到后面去啊。逃生门在那个地方啊。好，欢迎他第二段表演。就是在那边的是吧？也不错，也不错，也不错。怕被伤到，个个噤若寒蝉啊！怕被丢到，不简单哦。嗯，这是你常常尝试还是第一次尝试？算第一次尝试。你看看，哦，尝试的非常成功。哎呦，哎呦，第一次点火挑战了。对，我问你啊，如果不点火，用 LED 灯啊，就是比较安全。睡的，哎呦，你有办法吗？哦，也可以。哦，对啊，对啊，而且比较不会危险。对啊，就早就应该进步了，效果也一样，搞不好还更效果还更漂亮。对啊，对不对？那这样多危险啊，对不对？但是需要一种视觉的刺激。对啊，个人的挑战。对对对对，好，现在我们要请刚刚前面。是子柔啦，啊，子柔哦，子柔对啊，小柔，小柔，他们两个人的表演呢，要给大家来评判一下，来欢迎小柔。哎，各位看官们，这两位表演者的脚力和功夫，是否让您瞠目结舌、大吃一惊呢？看完他们的表演之后，您是否也有了最佳的人选了呢？是不好选吧？不好选，不好选。对呀，各柔的又刚的，哎，就拍硬的了，真的硬，不好选。好，但是是看大家的，就观众们随这个，对对，个人的喜好啦，不一样的。看看我们这个今天我们的来宾，哎，你们比较喜欢谁的表演呢？哎，两段都要综合在一起，要思考一下啊。请举牌预备，一、二、三。嘿，哎呦啊，清一色，哇，清一色，怎么回事？全部张子柔，
好难看哦、喔，算了，我就跑票了。这样，你是怕没有吃到是不是？很难选，但是这样子的话又觉得清一色不是很好啊，我还是站在他这一边好了，很难选。没有，对对对，好，那个佩珍，嗯，为什么呀？因为刚我真的也很难选，但是因为我真的觉得被吓到，所以很不高兴。对，我怕被火烧到，没有。我觉得芷柔因为她变化比较多一点点，对。那文雄其实已经很厉害了，只是他就是，除非就是转转转，然后整个人飞起来。你还是小叮当啊，转转就飞起来啊，懂得火螺旋桨。火螺旋桨。好，普拉佩拉。那不要说你选他，我们都选他了。我是觉得，一个表演者可以用到火来衬托出自己的表演，不简单。而且那个要预防，就是自己被火烧伤，然后还表演得好，需要很大的决心跟毅力，才可以练好这一套表演，好不好？哎，口才进步了，对不对？进步了，进步。所以你不喜欢芷柔的表演？不是，因为我本来想选他嘛，就因为他感冒还可以做出这么精湛的演出，不容易啊。然后呢？但是因为我不想让那个吴英雄太难看，是吧？这个喂，直接讲这种厉害的，对啊。这句什么叫难看？你们都不懂，对不对？对啊，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今天大家就变成黄登辉，你一个人吃不到，好不好？哦，我这样跑票就吃不到，对啊，吃不到。我们今天的师傅是菜是，哎，凯撒大饭店魏麒麟师傅带来的是吉祥如意庆团圆。哎呦，年里年气哦。看起来好像哎呦，那个很漂亮哇！麒麟还会端端，还会端端哟！你看那个食材，哎呀，这一道菜它的主要的料理的这个材料是什么？这是功夫菜，它要熬煮12个小时，还要浸泡12个小时，让客人吃得到幸福的感觉，用心下去。所以你看这个肉还短一短一短，对，很浮动的感觉。对，哎呦，那这个是，还有这个是搭配我们像那个贝壳的面包，夹住幸福。哎，对对，贝壳造型的面包，贝壳其实就是挂包。讲得这么文雅，这师傅厉害，这师傅可以主持节目了，真的，真的好香，清香的味道，这个要用。普里的绍兴酒下去熬煮，哎呦，普里哦，香味，酒香味，哇，好香哦，受不了了，受不了，受不了，不腻啊！我的天哪，真的，你看剪刀再剪就觉得它好 Q 啊！哎呦，哇塞，肉好嫩，不要再剪了，哇，跟挂包合在一起，那就是油跟肉的分布是黄金比例耶！哎呦，有一种幸福的感觉，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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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一个芦笋，哎呦，一个肉，哦。啊，佩珍先，哎呦，哇，妈妈，哇，妈妈为小孩子多吃一点哦，抱紧抱紧，一人吃两人补，对呀，哦，还没咬到肉，还没咬到肉也太假了吧，咬到肉在狂在狂狂一下，还没咬到肉就做表情呢，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开始。妈妈哦，要咬到肉哦，咬到没有？哦，哎，他已经完全不做表情，直接就在那边当。看到文馨刚刚那个表情，就想到寄生玉和生亮，就是说既然有你，为什么还要有斗志孔？我就搞不懂，有点像哎，对，好像在吃东西的时候，好像斗志孔，好不好吃？帅，超好吃的，真的好吃哇！好吃，你知道黄文辉不管怎么讲，对不对？还是没有用啊？不是，他不管怎么样，就是不能吃。我刚才本来想选女生哦，哎呦，对呀，有什么？什么妇人之仁？下官，哎呦！哎呦！居然哦！哎！哇！飞哥，飞哥说还是给黄登辉一份好了啦。一人一份啊！谢主隆恩。下次不要随便离开我们节目啊！对啊。
实在太好吃了，嗯，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谢谢我们魏麒麟大师傅，谢谢。力宏心里最深沉的心声，只有飞哥知道。这其实大家心里面就很恨，恨，对，就恨潘玮柏为什么不跟王力宏有床戏，对，对不对？对。我们很可惜的是，我们没办法看到他的。重点，重点。今天这集录完了之后，独家看你看看。什么到后台才能看？王力宏独家秀给你。见证杰杰的刘谦要让你目睹他的神机。我需要把你眼睛蒙起来，因为接下来他要负责找出扑克牌来。停。好，记住。好，记住了。记住了哦。记住了。接下来换你。停。不要忘记哦。嗯。大家记住喽。嗯。如果你看到你的牌，你就喊。好。好。哎，都没有，哎，不见了，都没有，刚刚明明有看到。大哥，在你的眼前有没有看到两张扑克牌？好了，接下来又到了见证奇迹的时刻。好，今天做的事情呢，其实我个人自己都有点毛骨悚然。在魔术的世界里面呢，我们知道有很多手法型的魔术，我们叫它 manipulation。好，有舞台上的大型幻术，我们叫它 illusion。但其中最神秘的呢，我们叫它 mentalism， 心灵魔术。它其实不是一种魔术，它是一种心灵现象。接下来呢，我需要在场所有的人呢参与接下来这个实验，因为这跟我每天的生活呢息息相关的一个实验。静姐，你拿这个球。好，接下来我请现场的一位同学来帮我的忙。但是如果直接这样选他出来，大家觉得我们串通过，哦，会走，我们之前有沟通，可能偷偷塞钱给他，或者我威胁他。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形发生呢，你把球随便往背后丢，丢，等下丢得越远越好。好，哎，还没有开始，大家先不要紧张。看大家多热情啊！好，接到球的同学呢，站起来。好，站起来就好，不用走出来，站起来就好。我需要你帮一个忙，可以了吗？好，好，准备，一、二、三，加油，加油！谁接到？恭喜你！好，有一位同学，幸运的男同学站起来了。那个球你可以留着。在这个之前呢，我需要麻烦你做一件事情，就是同学，你贵姓？我是男。蓝同学，我需要你帮一个忙，在你这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日子，我要你去想了这一天，日期几月几号，不要说出来，在脑中想就好了，不要是生日，因为生日的话，可能我可以透过征信社啊，很多方式可以查出来，所以呢，想个我绝对不可能知道的日期，想着不要说出来，好啦，好，我现在问你，我有没有可能知道？没有可能，对不对？我们第一次碰面，让我先来感受一下。我要你不断的想那一天发生的事情，好，然后接下来呢，把你的精神呢集中在日期上面，月份不要管它，日期就好。好，我来感觉一下。有一点感觉。日期是单数吗？对，没错。哦，厉害哦。事情还没有完。我跟各位解释一下，这个是我的行事历。嗯，这个行事历有点不太一样。嗯，我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我的心情用一张扑克牌来形容。嗯，然后把它写在这个上面。嗯，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呢，每一天呢都是一张扑克牌。哎，你很怪。方块啊，这是我个人的奇怪癖好。好，我们来。我们再给镜头看清楚一点，好，我看每一张扑克牌都不一样，因为每天我的心情都不一样。然后我们看一下这本，确认一下没有任何的
除了每天都是扑克牌之外，没有任何不寻常的地方。嗯，好，来了，好，我们现在要做一个心灵上的实验。嗯，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巧合。嗯，我们要试试看，绝对不可能的巧合，今天有没有可能在这边发生？你告诉我一下，几月几号？3月15号。3月15，好，麻烦你翻到那3月15那天看是什么扑克牌。假的，3月15。方块4。方块四。嗯，好。如果是14号的话是多少？14号是梅花2。梅花2，那16号，16号的话呢？红心十。红心十。你刚刚说15，3月15，我们再看一下是多少？方块4。方块四。好，方块四。事情是这个样子的，本子我早就交给你，我都没有动过。嗯。请你翻开它的第一页，封面。封面。夹了一个东西在封面里面，是个什么？信封，我可以直接跟各位讲，里面有一张扑克牌。如果这张牌就是方块四的话，各位就见鬼了，我们就跪下了。恐怖吗？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真的还假的？哎。你把到我了，请坐，请坐，谢谢。哇，好厉害！怎么做到的？重点来了，各位，看到这边有第二颗球吗？第二颗球今天要做另外一件事情。嗯，好，我们常常最常看到魔术师表演的魔术呢，就是请观众选一张牌，嗯，洗洗之后把它找出来。对，好，今天我就是要做这个魔术，但是方法不一样，就是我要请两位来宾选牌，但是呢，不是我来找，是请现场的同学们来找。好，同样的现场我要选一位这个同学出来，一样避免我们串通过，我可能刚好偷偷塞钱给他，威胁他，或者我偷偷叫他变魔术，随机的方式挑选，跟刚才完全一样。好，这是呢，请元丰。好。直接往背后就越远越好。好，好啊，又是看谁要接啊！热情啊！哎呀，有，男生啊，男生啊，男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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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请到这边，大家拍拍，掌声鼓励一下。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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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握个手。好，今天需要你帮个忙，你在这边唯一要做的事情呢，就是什么事都不要做，看着前面。好，首先呢，我这边有一副扑克牌。好，大家可以看到，扑克牌，好，一副扑克牌。好，首先第一件事情呢，我要做的事情相当的单纯以及简单。好，我需要把你眼睛蒙起来，因为接下来他负责找出扑克牌来。嗯。所以我把眼睛蒙起来，来，同学，来面向前面。对，好。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要挑戴眼镜的了。然后呢，退后一点，退后一点，我来帮你修饰一下。好，接下来什么事都不用做了，好像有点像咸蛋超人哎。没错，灵感是来自于。难怪你不自己捂眼睛，因为这样蛮丑的。不会，很帅。不要相信他，很帅。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接下来剩下的扑克牌呢？为了避免呢，好，我做任何的手脚，因为我们知道魔术师的手法很快，我把它绑起来。这样我们就没有办法扑克牌随便拿出来或放回去了。绑很紧。心灵，嘿，你不要动哦。同学，你们怎么了？好，我这样把牌一张一张从上面拨到下面去，你再喜欢的随便说停，我就停在那一张上面。事情很简单，对不对？好，1、2、3，停。快了，等一下。好了，你可以慢一点吗？我可以配合。那再一次，再一次。我们来 Q 一下好了，1、2、3，停。好，记住。好，我记住了。记住了哦。记住了。记住哦。嗯，记住了，记住了，记住了。元丰。OK。接下来换你，随便说。好了。停。大家来乱。太快了。停。记住。好。不要忘记哦。嗯。不要忘记哦。嗯。大家记住喽。嗯。不去动它了，橡皮筋绑着。嗯。对吧？对。事情就是这么干净利落，而且公平、公正又公开。都不碰到。嗯。
而且你们自己记住的牌，你们甚至没有抽出来，对，你们只是用眼睛看然后记住而已。对，我没有碰过它，橡皮一开始就绑起来了，对不对？好，接下来我要把它找出来。等一下，我可以洗牌吗？绑起来了，何必洗它？我就要维持没有人去动它的状态。不会吧？我没有动过它。好。把牌拿起来，橡皮筋解开了，会吧？很紧哎，很紧。正面向上拿在手上，来麦克风，我帮你拿着。拿在手上，好，一张一张翻下来。如果你看到你的牌，你就喊停。好。如果你看到你的牌，你就喊停。好。好，预备，开始。好，快点，快点，快点，时间有限。啊，好，哎，好，哎。都没有，哎，不见了，都没有，刚刚明明有看到。各位，刚刚你们记得是什么牌？都没有，没有哎，刚刚明明有橡皮筋绑着啊。等一下，你们刚刚记得是什么牌？梅花八，对不对？对，梅花八，梅花八，梅花八，五星二跟梅花八。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我一开始就说过，今天要找这两张牌的不是我。不会吧？咸蛋超人吗？不会吧？不会是你吧？你抽了我的牌，捡去的。大哥，在你的眼前有没有看到两张扑克牌？有吧？看不到了，太近了，应该看不清楚吧？快掉了。用手，一手一只把它拿起来，一手一张。然后先不要翻开哦，看着我们的镜头。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怎么了？嗨翻全场的王力宏，今日同台于品源嘎吉塔，华人乐坛两大才子，还会蹦出什么样的火花嘞？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呗。那他是什么意思呢？巴哈姆特是一条龙，一个传说中的一条好龙啊，白金龙啊。这把吉他看起来好像是白金做的。实际上是碳纤维做的。哎呦，真的？对。哎呦，那我真的被他吓到了，真的，太棒了。像一些那种比赛用的脚踏车，所以不会太重。哎呀，而且在舞台上这个效果，在舞台上效果，因为我最近在走一个巡回演唱会，叫做 Music Man。哇塞。Music Man 就像一个漫画人物的英雄，他就是一个音乐人。然后他拿的这个武器就是巴哈姆特，眼睛也会射雷射，哎，真的哎，哎呦，真的哎，哦，看他的手，对对，你看，像这个，哦，眼睛跟红外线一样，真的耶，哇塞，当那个舞台上有烟啊，然后灯光是暗的，好漂亮，效果是很漂亮的，哎呀，对对对，来擦一下电，擦一下电，哦，要小心一点啊，他等下第一擦的时候会喷一点火出来。哦，火龙啊！不是，这个全世界我们肯定只有一把吧？真的只有一把，就一把。这个明星到了某个程度的时候，就是要他要进步，对，他要变一个偶像。为什么你们要喜欢我？因为我是独一无二。不只是我这个脸，我所使用的东西也要独一无二，要独一无二，太棒，对吧？这个也给我一个激发，我一个灵感。飞哥，你也有想要自己的东西吗？排气管我要改造。哦，那真的喷火，就那只龙应该是吐烟呢，吐他真的就吐烟。对啊，那在讲电影呢？哦，电影啊，啊对，刚刚为了戏真的评价，那里面最帅的就是他，因为本来就是他，对不对？我没讲错吧？对不对？素姐啊，真的嘛？大学生演的出神，他拍那个电影就是在拍做几十年前的故事，哎，他的
模样最能够代表那个时代。可是还是很委屈。委屈。我听飞哥前面开场讲说，有一些抱不平的地方，当然要抱怨，替你抱不平，抱不平。因为他是这样，对不对？里面大家都是地下工作人员嘛。对呀、啊。对不对？然后你们的对手就是梁朝伟嘛，对对啊，大坏蛋嘛。然后呢，可是你们的青梅竹马有感情在，那个窦唯，对不对？不是窦唯啊，汤唯，汤唯啊，汤唯哦，汤窦唯是啊，但窦唯是谁啊？窦唯是王菲的前夫，你斗不起来哦。哎，汤唯怎么会斗？汤唯啊，汤唯跟窦唯不一样，对嘛？汤唯的，汤唯吗？汤唯的，他那个老实讲好了，哎啊，汤唯后来在那个很多地方有被批评说太大胆了，其实不是，哎呦，这其实大家心里面就很恨，对，就恨这个女的为什么不跟王力宏有床戏，对，对不对？对啊。这部戏看完了，大家都一大堆的问号。这导演这是不是我在说我们李大导演？剧情改一下嘛，对不对？对，你剧情既然是这样，应该是让他跟那个兔崽子，跟兔崽，喂，乱共你。女主角应该是说，那她的第一页出页是跟他，对，这个电影就不会有遗憾，才青梅竹马嘛。导演为什么他对啊，怪里怪气要这样安排？对啊，导演是导演应该也是尊重这个张爱玲原著了。对，那就没办法。原著是原著，电影是电影。对，嗯，改编原著，对不对？那电影稍微改一下，就是你要跟汤唯嘛，对不对？这么多的心声在这个地方，我们大家就会觉得比较 OK。看完心情也比较好一点，看完都在骂。对，而你问那如果，我们很可惜的是，我们没办法看到他的屁股、啊。重点对啦，也许是你故意叫导演换的，还是你坚持不要？今天这集录完了之后，独家看你。现在我们再来听一首歌啊，这个又是高手对照了。刚才是新专辑《心跳》摇滚怎么了里头的一首歌，那现在。就跟品源哥飙一下吉他，飙起来！品源哥呢，是应该是台湾歌手里面吉他弹的最好的一位。这个应该是没有人反对，对对。但是只有我是受不了，真的。我这把吉他里面，你再不拿出来的话，人家会看清你的。那还是收起来。哦，不是，他这个火龙在这里真的很难看，赶快收起来比较好。但是被力宏这样称赞，我真的觉得，哎呦，真的很感动。责任重大。平常讲，我们以前看吉他最好的就是平。对对对对。但是你一出现，我们就不晓得。哎呦，怎么办？今天要看一下了。那就要变一下。哎呦，来一首，你就来一首经典的。经典的。又会弹吉他又会创作的一个歌手 Prince 这个很厉害 Prince 他的代表作叫做 Purple Rain Purple Rain 你们弹完以后换我跟力宏哥证明一下，是是，好，我现在不打扰他们，对对对对对，我先去螺丝先扭几下，来欢迎这首歌曲啊。Purple rain, purple rain.
英雄惜英雄一下啦。他们两个这种技术哦，对对对，我跟你讲，真的录音是赚不到他们的钱。哇，他们要录唱片了，一次就 OK 了。对对对，太棒了！我发现这把吉他，宝剑要挂在英雄的身上。哎呦，英雄哦，宝剑要正英雄了。这个帮他做吉他的爱尔兰先生啊，是可以说死而无憾，真的，真是非常具有纪念的一个作品。太好了，这两个人的他真的是。还有一把宝剑，飞哥，你的吉他。哦，我刚刚你们看到他不是我，我吉他刚刚弦断了一根。我就说算你运气好，我们下一次哈。那这个金牌得主了，金牌的本来要追杀什么钩子也掉。哎，这边哎，你不知道哪壶不开提哪壶，怎么是空手来呢？你一直秀你的东西也没跟我。哎呦，是空手而到。怎么真的空手来了呢？对不对？最新的专辑还热的呢。哦。刚从那个热汤里面捞出来。啊。哎，好烫烫烫烫烫。从1995年呢出道的时候，一张专辑啊，龙兄虎弟的时候，每一张专辑都来上飞哥的节目，非常的。谢谢大哥大，一直对我的栽培。哇，谢谢，哪里哪里的，而且他给我的名字是很棒的，劳勃迪尼诺，可以同时送两个人，非常深刻的意义啊！谢谢力宏，太棒了啊！最近这个台湾的演唱会有没有在准备了？在准备啊。其实这个巡回演唱会 Music Man 现在在很多不同的国家都要去了。接下来下一段是在澳门威尼斯人。全亚洲最大的赌场，全世界最大的，全世界最大的赌场，薛海大发，大发，薛海，薛薛薛爆，你是什么意思啊？你要去，你也可以去薛呀。我怎么薛啊？那个地方很多洗，也可以薛很多洗盘子的，赌场里有很多洗盘子。对呀，他输了很多以后没钱，在那边洗了两个月才回来。我去洗盘子。对，真的，你听过这个吗？对对，而且我妈妈有一次就洗了一个月才回来。今天真的太高兴了，难得请到了王力宏啊，是真难得。我希望这个不管你走遍全世界，都不要忘了我们中医大哥大，不可能会忘记。我们生命共同体，有你就有我们啊，有我就有你。对对对，对，有我就有你，那我们这样，你比我们都还重要。我在飞哥后面。对啊，如果演唱会需要特别嘉宾，又一个需要萨克斯风手，对，飞哥对不对？首屈一指，哎，这是真的哦。需要热场，别人我是不敢讲，热场就不用，你在下面堵就好了，对不对？哎，真的，对呀，需要吉他手，哎，品源哥，你看力宏兄，我们还可以来一段，对不对？对，也需要萨克斯风手。对对对对，要需要加油手，那我们就先签约了，好不好？还有孔锵老师的部分呢？哎呦，是综艺节目的经典人物，对，他真的是有最爱钱的。好，再来一首歌曲啊！接下来要演唱一首，也是新专辑里面的一首新的创作品，叫做《春雨里洗过的太阳》。哎呦，这名字就好好听。对啊，春雨里洗过的太阳。哎呦。下雪一样溶解，那些有你在身边的影片，哭了一声飞得老远老远。爱在夏天过完之后落在秋天，爱过冬天之后的我好了一些。雨后的天上彩虹出现，伸出一片蓝天。在淋过一场大雨之后的晴朗，那是春雨里洗过的太阳。每个冬季带的失落伤得多深，然后忽然看懂云的形状。那是春雨里洗过的太阳。
捎带一回，还有刘谦的日本 Magic Show 哦。一个十二岁就在魔术界崭露头角的魔术天才，透过大魔镜让所有台湾的观众都见证到他创造的无数奇迹。他惊人的舞台魅力吸引了日本最大电视台来台目睹他的神奇魔术魅力。现在就来见证刘谦的奇迹。九份是许多外国观光客喜欢探访的地方，以前这里可是有许多淘金人抱着黄金梦踏上这梦之国度哦。使うものはあります。何ですか？使うのは何探してんの？あ、ありました。はい、石です。石って小石じゃないですか？石、はい、すごく小石、うん、この石でゴールドラッシュの時代に戻ります。本当に想像できないでしょう。できない、できない。よく見てください。はい、よく見てくださいよ。手の中に入れます。はい、ここから奇跡の瞬間です。はい、青田さん、はい、右手をください。右手、はい、何が、あ、何が出てきた、何が出てきたよ、何が出てきた、またですよ。まだですよ。欲しい？欲しい。でも今持ちにくいでしょ。持って帰るようにします。どうやって？ちょっとだけ使います。ちょっとだけでいいの？ちょっとだけ、他は使います。言いません、言いません、言いません。全部落ちちゃった。これだけで十分ですよ。よく見てください。次行かない。一堆随手可得的土堆石粒，在刘谦的手里竟变成一堆金沙，哎，最后又变回了戒指。九份真是遍地黄金呐！すごい。なんで？うわ、すごい。なんで？なんで？なんで？欲しい？欲しい、持って帰る。開けたいけどちょっと残念だから。ここは千の獅子の神隠しの町、有名な町だから、全部有名なんです。いや、夢って現実でしょ、ほら。ここにあるよ。本物でしょ、本物。これは有効期間あります。有効期限？一分間だけ。一分しか、この現実の世界というか夢の世界。どういうことです？夢は覚めるものです。このままで、このままで、このままで。どうすんの？ここから奇跡の瞬間です。よく見てください。天哪，这是怎么办到的呢？一切都在瞬间之中发生，眨个眼，黄金又变成泥土，哎，真是太恐怖了！刘谦的魔术奇迹，这是台湾的超级名产珍珠奶茶，也是全台湾人的骄傲。走在路上，到处可见人手一杯。刘谦要用台湾人最爱的饮料做什么嘞？欢迎，欢迎，欢迎，阿诺。飲みたい、野々村さんも。あ、飲みたい。僕のは。頼みましょう。お願いします、お願いします。一杯水。あれ？
拍多少？那你？まあ、うん。いやいや、これ違う違う。タピオカミルクティーが飲みたいの。飲んでみてください。それは何ですか？水じゃねえかこれ。もちろん水です。どう見たって水ですよ。水です。うん。実は野々村さんのタピオカミルクティーが僕が作ります。この水で。ゆうちゃんが作るの？あそこでやりましょうか。みんな見せるために。じゃあちょっと、对不起，借过一下，谢谢。ここでここで。ここでやりましょう。はいはい。まず水ですね。水です水です。見えますか？はい。水。見え水です水です。水です。よく見てください。はい。ここから奇跡の瞬間です。はい。よく見てください。はい。是要清水变鸡汤吗？ Oh no， 是清水出珍珠。嘿嘿，众目睽睽下竟冒出了一堆珍珠哎。まだタピオカミルクティーではありません。嗯，そうだね。そうだ、色が違う。水だから、まだ水だから。はい。ですね。よく見てください。はい。お。ミルクティーが入っていくのかな。タピオカミルクティーです。まさしく本当に。飲みたい？飲みたい飲みたい。ストローです。僕のし僕のしよこれ。すみません。水だったんだよ。飲めるのかな。つきます。どう？别怀疑，刘谦的确是把一杯白开水晃啊晃的晃成一杯珍珠奶茶。哎呀，这双专门制造奇迹的手真的是让人瞠目结舌呀！刘谦的魔术奇迹。刘谦は好きな映画スターとかいるの？います。ほら。いる？絶対聞いたことあります。はい。誰ですか？ジャッキー・チェン。お。ジャッキー・チェン。ジャッキー・チェン。僕も好きですよ、ジャッキー・チェン。大好き。ね、まあアクション素晴らしいからね。じゃあ皆さんに、はい、ジャッキー・チェンより不思議な奇跡をご覧に入れましょう。チェーンよりすごいことするって言ってましたからね。あ、どうすんの？ああ！どうすんの？やめて！
my god， 这实在太恐怖了！这刘谦竟然可以违反地心引力，站立在墙壁上，这样恐怖的奇迹就只有刘谦做得到吧？これは刘谦的奇迹です。